跟住落嚟我就會講解一下雙刀花。咁雙刀花嘅組成咧，都係由三個動作組成一個小節。咁喺身體嘅左右兩邊輪流咁樣打，咁就形成雙刀花啦。咁我而家示範一下。第一組一二三，第二組二二三，咁不斷重複在身體的左右兩邊打，咁就形成咗咧，就係話左三刀，右三刀，左三刀，右三刀，嗱咁就方便大家去記啦。